之前 work from home 嘅日子咧，令唔少人都化身厨神喺屋企个厨房咧大展身手啊！咁当各位咧厨艺变得精湛嘅时候咧，就当然会对食材有所要求啦。而最近咧 ，ASM 旗下公司咧就开设咗一个专门做网购食材嘅网站 Pepper Eat 啊！而最近咧亦都推出埋一个手机 app 添，等我即刻同大家睇一睇佢有几好用啦！佢入面咧唔单止有传统嘅冻肉、海产、甜品等嘅系列，而且咧仲特别划分出咗气炸系列、火锅系列、烧肉系列同埋港式烧味系列啊！就连比较少见嘅厨房小家电入面都有。而值得一提嘅就系呢一个适饮适食系列啊，入面有多款多元化酒店级数嘅高级即食料理包去选择，绝对系各位想入手高级食材嘅懒人包好选择。例如是牛肉啦，它亦都会按照产地国家去分类翻，咁界面一目了然，非常容易操作啊！用户就可以非常容易咁样选购到自己心仪的肉类啦。喺主页下面就有一个今期优惠，只要点咗入去之后就可以见到所有的特色推广同埋激上价的产品。值得留意的就是每个星期的定期推广优惠，搵食星期一同埋食食星期四都会有破底价的产品，咁大家记得要留意住抢购啦。只要买满400元就会免运费噶啦，而所有嘅急冻产品都会用冷冻车同埋一个保温袋去运送啊，而客户亦都可以灵活选择翻送货嘅日期，只要系落单之内嘅3至1个星期内嘅日子都可以噶。客户可以直接喺网站度或者系手机 app 度落单同埋俾钱，如果咧选购或者落单时候有咩问题嘅话咧，佢亦都有一个24小时嘅客户服务可以随时协助用户啊，够晒方便快捷。